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近日有消息称，在微信发照片时选择发送原图或泄露位置信息。对此，12月1日，腾讯微信团队回应表示，不要慌，其实早在2017年我们就有过相关辟谣，用户在朋友圈发送的图片都经过了系统自动压缩，不是原始图片，已不带位置信息。部分账号声称通过朋友圈图片完整展示了一天踪迹，纯属子虚乌有。公告表示，如今任何智能手机拍摄的照片都含有 EXIF 函数，可以调用 GPS 全球定位系统数据，在照片中记录下位置、时间等信息。无论你用微信、短信、邮件或是其他传输工具发送原图，都会将附带信息一并发送。不过，朋友圈发送的照片都经过系统自动压缩，不带位置等信息。